觉得好像以前读书放暑假去那种夏令营，认识很多新朋友，然后住宿舍就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姐姐睡，跟很多不同的姐姐吃饭，吃饭饭，还一起上课，还一一起起聊洗澡，天。还一起去洗手间。没没有有跟跟起所很多有姐的姐姐，姐都有过合作，其实心里面真的挺蛮想跟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一有一起。次合作，我们这一次的风格也是超级厉害的，我告诉你，武功会好好看，我已经在期待了。结果真的不重要啊，反正你到舞台上面，你必须要尽力的，你不行也得行，不能也得能。的舞蹈也很难，跟红女孩又出现了。现在的舞，它不只是舞，它是体能操，肌肉都好酸。你们这一共那个舞蹈，我看那个 demo 很疯狂的快速，非常快，每一拍都有一个动作，还有中间有一个 X part， 就是要拿一个棒球棍。这些是快的，甜的。顺拍。哇，没有米饭，怎么吃的得？你看，是不是很有食欲？人生那么辛苦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吃得开心，玩得开心，是不是？一个一个，你那想在那干啥？在那边。到点吃饭了。后面那个。给你玉米。给你玉米。又是玉米。这个玉米我私人珍藏的，我都给你了。我下辈子都不是玉米了。私人珍藏玉米，我只有一个，就给你了。收工啦、啊！现在9点多了，等下吃什么？我好饿。想吃的，想吃的乌冬关门了。我们回到去都已经10点了。哎，那我点你的。如果我可以回香港。我现在就开始订餐厅，满脑子都是想着吃。这几个餐厅我真的超想去的。阿傻就给大家做一个美食地图。都可以，那阿傻给大家做美食地图要一天吃午餐呢。没关系，出去玩就是要吃。OK， 我们要像阿傻一样，吃得多，睡得香，身体好。不是，我不胖是因为他做运动。我跟大家一样，我吃多了，我也还是要。还是要做运动。我做运动就是为了吃，他们努力工作也是为了吃。你这次就5功哎，最后1功哎，是开心的，但是不舍是跟姐姐们的感情。我觉得长大之后最难得的事情就是你还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，还可以交到一些
挺不错的朋友。这十年认识新朋友的数量是很少，我觉得这次真的挺让我意外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赛的节目嘛，你不知道那些姐姐她是不是那种很卷啊战斗型的，但我发现这次真的没有。虽然我们在比赛，大家共同为自己对的东西而努力，但是你看到那他们在舞台上面表演得很好很好，你也会替他们很高兴，因为大家的努力都看在眼里。对啊，大家辛苦的汗水，为彼此最后的成果很感动，赢了会替他们很开心，然后输了也不会觉得他们是输的，因为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做得很好很好。这一次是你压力最小的一次吗？过了三公之后，我觉得我的压力可能我适应了这种节奏，我就还好。对，头三公是压力最大的，而且很累很累。挺好的，这一次收获了一班朋友，也收获了一个很健康很苗条的身体。而且你也留下了不同的舞台作品嘛。对，我真的挺感谢这节目的，挺感谢台前幕后所有的人。我感觉我以后回头再看《乘风破浪》的舞台，我还是会觉得很满意的，就是很深刻，它记载了我这一段时间的我。好，那继续加油。好，有妈场面舞台版来喽。特别的礼物哦，对，它是全部都是我们的照片，是 CCT 的粉丝写给我。今天武功结束了，好辛苦哦。今天真的拼了老命，拼了老命。那我明天放假就有事情做，带去旅游，反正还有零食。